人间，生老啊，病啊，死啊，在这种呢人间啊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人生人啊，人养人啊，一代过一代啊，却是咱伫这个一代过一代的人间里，彼此做作。这拢总是有违法，所以伊都有生灭相。真呢，是啊，伫真微细的道理的内底，显出了有违的错相。所以讲，世间有违啊，皆是方便法。咱会常常听到，啊，即卖的人，啊，阮过去古早的人，讲阮的过去，也有阮的世代人因的过去，总共一个代代的过去，迄个世间、时间甲空间的代代过去呢，一直受到人类呢。安尼代代做作，这个有违法吼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变成了时代无同啦。这种拢总是方便法啦，这样有生灭相啊，佛陀啊，知影人生都是安尼。有真多讲未完制作的无明是非，人间呐、啊、不断作业累积，所以佛陀在这个时代，也就是叫五浊恶世，佛出浊世吼。佛陀出现在这个浊世的时间里，那赶紧。要救世，就是爱从救心起，所以伊就爱说种种方便法啦，互咱知影，伫即种个纷纷扰扰个世间里，伊有呢真正个微细真实个道理啊，宇宙个大空间。有这么真多无量无数的世界，真多啊！那这些世界的面顶啊，各形各色，这种的空间呢，无量数啊！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无为法，真正微妙的道理含藏在。这么多的空间呢，这么多的空间呢，包含着这个众生啊，生物界。咱若是伫咧看佛经，哇，三界都分析啊，真多真多吼。其实伫一念间，咱定下讲一念，一念三千界。一念就是三界，一切为心，所以这个心嘛，都亲像一个大宇宙同款。日常的生活中，一切一切的微妙法，拢是在咱这个心灵宇宙的世界里，咱来当回归到。咱的心灵如宇宙啦，这个大空间不管呢，有偌尼多的世界啦，那么咱还是同款安然自在，都未受
时间控制着，未受空间拘束着，当然呢，就未受着人间呐、人甲人的中间纷纷扰扰呢，来扰乱咱的心。这样，这个心嘛，那会当入安尼的境界啦，那就是出世无为，拢总是微妙体，微妙的道理啦。啊，要安怎会当回归到安尼呢？甲幽静中素体化六道，咱开始爱修行咯，吼，了解知影世间一切有为法啦。一世人碌碌碌碌啊，留落来敢若咱所做过的业，一项是恶业，一项是善业吼。来世人呢，迄、那个业，安尼甲咱牵引，由不得自己。咱希望咱会当现在听，现在了解啊，发入心嘛，发入行啊，行中呢，搁在度人生啊，咱若会当安尼，这叫做觉幽静。伫觉幽静中呢，咱会当素体，会当甲大家人分享啊，素体法啊。哎呀，人生就是安尼，苦集灭。多啊！伫苦集灭多呢，那么，予大家人了解啊，世间一切无所有啦，到头来如泡幻，哦，如梦幻泡影，就是安尼尔定，安尼就过去啊。所以，这呢才无常的人生，啊，赶紧啊！把握时间，人群中呢度化众生，这呢行六道法，那就是六道万行啦。众生这么多，要随着众生甲时代因缘来说法。予因会当了解哦，这个时代，那么人的心态要按怎样呢？在这个时代适合现在的心态，用这种的方法，用种种的根基，种种的需要，这叫做六道万行哦。那用种种无数众生的根基啦，适应因所需要付出，就亲像咱爹祖者，遮尼真多有缘的人合在一起，用一念心啊，这个方向，愿意为人群付出。人间菩萨守护大地呢，超金菩萨啊，共同甲我来呢，爱立心，爱会当修法吼。所以最近啊，一定呢加紧每一个社区读书，然后呢勤练发毗卢水啊。爱背诵念唱，然后呢，肢体、手艺拢爱学哦。哎呦，老人嘛是爱学啊。那马来西亚呢，四五岁的囡仔呢，嘛伫咧学啊。细细汉仔的囡仔，甲大人的手艺一点啊都无含糊，还是呢？爱练甲遐清楚，同款啊，迄、那个脚步啊，一点啊都袂当有差错啊！真的，老师
唔只是干那教囡仔唱啊、念啊、比啊，真正哩整齐的队形，啊，佫都爱呢，互伊了解这个经内底的意义，将真心哦适应着四五岁的囡仔爱知，伊呢爱甲伊解释，甲互伊知影安怎孝孝父母。安怎爱做善事？平常时呢，爱安怎样甲大家人斗阵会和谐？好，咱看到迄囡仔呢，安尼发嘛是入戏嘛，都听到迄囡仔讲，啊你了解吗？了解呀、啊，啊你爱安怎做？要孝顺父母。还要做人的好朋友，啊！你别安怎做哦？过去我都是跟人家都是摆的臭脸，现在呢，都会看到人都要微笑，说好话，帮助人。好、哦，你看这种的，幼小四五岁啦，伊嘛是入真深的话啦，了解做人的道理。啊！伫咱台湾呢，一群的老菩萨啦、啊，哦，足可爱。伫高雄啊，那有一群的老菩萨，也咱呢手艺的精致哦，菩萨啦、啊，伊嘛是真有名啊，嘛是同款哇，读书会啊，老人呢，啊，我唔捌字啊，国语也听无啊。啊！你要叫我安怎读书？啊，就是唔捌咱才来读啊！吼、哦！啊，国语听无，啊，我用台语甲你讲啦。安尼呢，伫咧读，开始呢，伊讲咱即马岁末足好教啊！哦，咱开始都爱过来练咯、哦。伊讲哦，啊，那亲像旧年安尼吼，吼、哦，爱练一首呢，那。咱的委员就甲讲，啊，今年唔是练一首哦，是爱练一本。哈、啊，那有法度？啊，有啦，师傅唔是安尼讲，啊，开始呢，因都练啦。那讲到头度呢，伊就甲讲做菜吼，啊，做菜呢，啊，咱袂用个讲哦，啊，袂用个讲，嘴都暗着吼。啊，嘴暗着，就亲像伫咧挂口罩安尼啊。老菩萨就讲：“哦，对啦，咱吼那是做差啦吼，啊，就真歹势，无面好见人，所以就挂口罩啦。你看，这种的方便法啦，咱要度众生啊，要互伊了解法啦，啊，互囡仔知影安怎做好事啊，拢是。”同款的一部经，四五岁会透彻了解，七八十岁呢，嘛是会当对起来吼，还是呢无钝呐，嘛是真明理，用方法啦、啊，用对方法、对根基呢，安尼就对了吼，这都是佛陀啊，伊啊。教化众生，嘛都爱用种种方法吼。但是众生啊，是毋是会当依教奉行呢？前面咱讲过去，有真多呢业障的众生啊，种种的因缘解阻碍，或者是他障，别人解障碍，或者是呢？家己的心理障碍等等呢，生起了呢种种的烦恼啊，就是文化呢，因嘛是甲无听到共款哦，一种误地佛事啦，或者是呢宏在正法的，哎，这个法啦、啊，好像对伊呢一点嘛都无作用吼、哦，所以啊。不闻正法啦，这人呢，就是难度。
然未当接受正法，是要安怎会当度呢？所以这是证明哦，已经讲真多啦。这不管是下低下贱啊，控高骄傲啊，啊，这嫉妒贪嗔痴等等，这拢是自我障碍吼。那是故下离佛啊，我为色方便，说诸尽苦道吼，是之以涅槃。佛陀啊，在向群众中啊，一乞乞者舍利弗，再搁再呼唤了舍利弗啊，就是要甲大家人提醒咯吼。前面所讲啊，有遮呢正多呢，这障碍接受法，这种诸种他种、言种、事种吼。顶顶的障碍，无法度听法，或者是在佛法中家己呢，恭敬唔肯接受，顶顶啦。舍利弗啊，这的人真难度，是安怎难度呢？那就是顽固，真顽固啦吼，所以真难化。除了有种种因缘的障碍以外呢，迄、那个家己内心啊的固位也破了。清净吼的心，所以啊，这个人也阁是真顽固，顽固呢，就是难度难化吼，真难得幸福，因为呢，因恭敬啊，所以这道为难，真困难呐、啊，真呢，世人不求脱，是因为呢。这种难调和恭敬的众生，这的人呢，都是无想要求解脱。安怎？我欢喜嘛，吼，无有啥物不可以。五行五素呢，人安怎甲藏？他就是五行五素。这种的人啊，唔惊讲吼，咱安尼做唔对，那会得到。伊唔惊啦，所以呢，伊不求解脱啦，是足难度化吼，所以心难得济度，要安怎救济呢？要安怎度伊呢？真困难呐！舍利弗啊，我为色方便，为着遮个众生啊。我已经呢，设真多方便呐、啊，什么款的方便呐、啊？啊，如是种种，真多啦，种种啦、啊，种种就是无法度去解释偌多吼，那叮叮塔塔吼来开化众生。用细心嘛，耐心嘛，吼，安尼呢，是种种的方法，要来开导，要来教化众生，真呢，这些方法啊，无不都是为着要使这些众生会当头脱离苦轮，这个苦轮那就是
三度啦，伫这个三度啊，地界五鬼畜生，这个三度，所以啊，佛陀讲，我为十方便，为这些众生呢，那是真多真多方便，无不多是呢，要为人人会当脱离了这个苦轮呐。得到真多的法乐，听到法欢喜，或者是呢，在人群中所做的呢好的代志，会真欢喜。就亲像听到即马咱有短期精进啊，甲上主呢斗阵工作，对啊，大家哦，以大家对话啦。每回若要回去的时候，就来跟师父分享啊！啊，我伫咧烤草的时候，才发现到讲哦，这大地的草真歹烤啦，就亲像咱家己的心哦，杂草真多，杂念真多，真歹治啊！或者是呢，低头甲石头磕着的时呢，哦，就亲像讲哦。了解到讲，众生真刚强，你强我嘛强吼，所以呢，在迄个所在就会起着精进吼。那亲像安尼啦，就是抵来打佛前吼，因搁较有心得啊。所以呢，这嘛是法啦，以大地对话吼。所以啊，就要安怎会当通得到法乐，就是啊。入灵魂啊，那发入心啊，那发入行啊，在人群中运用这个法呢，电转上教，这个是转法轮啊，这个法轮互相电转，用种种的方法啊，适应众生的根基，等等六道万行哦，那这个法。无不都是在咱的生活中，在咱的生活中的法呢，咱的心得甲人分享，啊，这个善法呢，互相轮转吼，所以常常在这个欢喜的法，互相游戏，互相心得吼，互相点转度化，这呢是佛陀啊。一切的方便，啊，咱用在生活中啊，嘛是会当呢转法轮呐。所以佛讲，说诸尽苦道，示之以涅槃。佛陀呢，用种种的方法啦，设方便吼，用种种方法来设方便。啊，方便法是啥物呢？你讲伊是方便即性的嘛是，是之以涅槃呐。涅槃就是到清净，得真开脑啊，这个心起落抽象的心嘛。安尼伫咧起落呢，众生你一日都要互伊明心见性，无遐简单。即种的大法啊，无简单，所以佛陀都爱用即个五种恶世的形态呢啊来讲四体法，方便呐、啊，渐渐来解诱引即个方便法来诱引。
讲是方便法，是人间的真实法。这个苦就是苦体，苦体呢，都包含着集，集种种的业缘，结果就是受苦吼。那所以真苦多，那苦都包含伫集的内底哩，然后那多呢就是多体。那要安怎来修行啊？那修行的尽头呢，就是涅槃，是之以涅槃。涅槃呢，就是寂静的意思，将纷纷扰扰的众生的形态、五浊的浊世中呢，要会当通安尼清净落来，这呢叫做灭体。灭体就是涅槃呐，予咱会当到达了不生不灭，咱的心境真清净。伫这种浊世真生吼真浊的这个时代，要安怎予伊静会落来？唯有呢，咱爱好好用心来体会佛法啦。所以所体会呢，那就是爱怎样有为法，就是该是方便所有的呢，有为法拢是方便啦吼。那出世无为啦，那才是真正的妙体的道理哦吼。那真正学佛啦，咱从佛陀所讲的方便法一路呢，爱到达了呢菩萨道，那咱爱接受四体法这个道理呢，然后咱爱搁一直进修到六道万行吼，用种种的方法颠转相合，人间来转法轮，这呢咱是做会到哦吼，唔是做未到。但以大地对话啦，以树木对话啊，以等等啦，咱都拢总会当了解，含着微细的幸运，一粒的种子变了一丛的大树，这呢，拢是法啦。所以咱只要咱用心，用微细的心嘛，才会当入迄个妙的境界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